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暑假即将开始，唔知大家谂住点样运用呢个假期呢？本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提出，学校喺假期应该俾同学释放空间，自己计划，同学都可以趁住时间长有活动嘅暑假发展嗜好，唔使顾忌自己有冇其他活动，做想个人填补时间，但中意做嘅事。但今时今日，暑假嘅空间已经俾暑期作业占据，引起社会关注。呢個正正係今日衍生議題嘅原因。對於6至12歲嘅小學生而言，佢哋最需要嘅係咩？暑期作業又係咪真係有助小學生全面發展？所以，我方衡量議題嘅標準係改變過往暑期作業嘅模式，更有助小學生身心自然成長。因此，我方同意議題原因有二：第一，多元活動學習比暑期作業更能促進小學生全面發展。學習並非單一模式，我方希望以全面發展活動取代暑期作業呢種有嘅學習模式，特別係翻學同放假兩個長根本活動。小學生發展要平衡，所以與其佔用暑期空間去做平時日日做嘅功課，不如好好善用時間體驗其他學習經歷。香港教育局編定嘅小學教育課程指引指出，多方完全方位學習活動可以促進小學生全面發展。呢種學習模式強調學生喺真實情境中學習。透過體驗、參與去理解同應用所學，給予學生空間，讓他們成為主導的學習者，又開心又學到嘢，咁咪就達至身心自成長咯。相反，泰西洋書院校長張成年表示，假期作業其實冇作用，尤其係對中四以下嘅學童，有損學生獨立學習嘅能力，更無助提升學習興趣。學生喺屋企自己完成暑期作業，往往缺乏學校嘅指導同監督。反而容易出現學習效果不佳嘅情況。咁到呢度，邊種學習模式對小學生目標高下立見？所以我方希望小學生釋放自己活潑活動嘅本性，通過多元活動，邊玩邊學，發掘潛能，促進身心靈成長，而唔係咁黑板有神咁困住佢哋。暑期作業效能唔大，且佔用暑假空間，乜小學生除學術以外，科研嘅成發展就唔重要咩？想問有方同學，暑期作業可以幫助到小學生身心靈成長，我方方案係咪比你哋提倡嘅暑期作業更能推動小學生自主自發學習？第二，暑期作業為小學生帶嚟負擔窒礙學習興趣，無論作業係咩形式，都係老師布置俾學生嘅強迫性課業。用呢種方式，有方同學你哋又點樣確保學生真係有興趣學習呢？其實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林青山教授對小學生嘅學習情況嘅調查顯示。取消暑期作業反而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學習動機。香港女青年會曾經對初小學生平日學習生活做咗問卷調查，排除平日翻學、搭車、食飯、瞓覺嘅時間，有約50%學生需要額外好多2小時以上做功課。小學生平日翻學都已經有課業壓力，而家放假有方同學你哋就會增加佢哋嘅負擔。我方而家取消暑期作業，咪就係取消放假唔應該存在嘅課業壓力咯。暑期作業暑期時間有限，暑期作業有佔用空間，有方同學你哋係咪要剝奪埋小學生發掘興趣嘅機會？最後想問有方同學，暑期作業點樣可以更有效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多謝各位。世代人人都注重多元化發展同學業並行，透過學會係唔需要
生嘅唯一校友會。另外，我哋保留暑期作業之後，將規定學生必須要完成，再交俾老師檢查。等之前嘅話，學嘅後果懲罰並有部分同學混水摸魚。換有科同學認為，喺41假期入邊，學校係完全唔需要負責任嘅咩？第二，顧及自主同彈性嘅同時，因為小學生作出適當指引。我方認為，作為小學生，佢哋完全自主咁樣教好目標係絕對有難度嘅，甚至可能係冇乜可能嘅。根據英格蘭蓋茨克德議會所做研究發現，其實兒童係到10歲，亦即係香港小學五年級嘅時候，佢哋認知先發展到開教獨立咁樣做到學校所提供嘅任務，但仍然係需要外界同埋父母幫助先可以完成到。所以小學生係認心智幼嘅，未能夠完全自行規劃界定。所以校方係需要為學生提供推動力，立下一定嘅框架，規定佢哋一定要做交到作業。其實學生定下目標就好簡單，同埋食住未送啦，或者上參觀都好。你開學之後，你得到老師檢查，得到認可就已經足夠。咁樣你可以擴大性空間，從中更加會培養出佢哋嘅自主性同埋自律性添。所以我哋係要從自主性同埋原則性之中取得平衡啦。所以校友方一刀切取消，你冇覺得你會人未來考慮過啦？第三，因為我哋。第三，釋放恐怖知識，避免開學壓力急升。美國心理學家 Daniel Wallace 指出，校方練習嘅價值，最好連認知自我反向嘅活動。事實上，因為教學嘅指引，我哋有適量同埋嘅具意義記載，係有助學生打穩語文根基嘅。而呢啲小學生要串英文字同埋乘數表等等，都係需要透過練習式嘅作業去鞏固佢哋基礎。另外，正因為小學所學嘅知識，對中學生嘅未來依然有用。因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林志聰曾經撰文指出。小學生每日交課係應該係30分鐘之內，如果小學突然之間唔做嘢，同學點樣懶散？講完開學，雖然成個學習反差，都係學習同學嘅心理壓力大增。所以輕量持續嘅學習，可以幫助學生減少壓力同焦慮添啊！係咁，取消咗呢個作業嘅話，有冇諗住點嚟做咧？我想問入科同學，既然我平日都會做作業，特別係遊憶，但係一嚟暑期就要做嘅話，就即刻變無益甚至有害咧？多謝各位。要俾學校知道佢係真係有做過嘢，因為
壓力更大，點樣解決？我哋又唔係一筆錢俾佢哋做嘢，但係通過我但係有班同學今日你哋講嘅就係取消暑期作業，俾啲佢哋全方位發展，我都點樣唔俾一筆錢啊？但係我哋係改變個學習模式俾佢哋。我改變學習模式咪即係淨係令佢哋去到做呢啲活動，而唔係做暑期作業啦。其實有班同學根本就唔知自己嘅立場係乜嘢，今日又話取消暑期作業，但係跟住一陣又話咩我唔係取消好啦。咁有班同學剛才話啦，小學生佢哋係可以自己選擇佢想做啲咩嘅，但係我班主任已經講過，小學生冇能力規劃。咁有班同學係咪真係要將規劃假期嘅責任交曬俾家長？好啦，有班同學答唔到，咁即係原來有班同學都唔係覺得小學生有壓力啦，即係有班同學都係認為我個學校唔理個小學生自己一定搞得掂啦。咁原來有班同學今日都唔知嘅。好啦，咁跟住再問有班同學啦，咁有班同學認為佢哋全面發展完之後，佢哋係咪？發展完玩完就算，咩都唔使用。我哋全面發展唔單止係玩，我哋係俾佢哋應用所學喎。咁我點樣應用所學啊？即係點啊？將佢哋平時嗰啲知識去就係去玩。首先，多元活動比作業更有助小學生全面發展。只不作業嘅知識係單一嘅，學生淨可以學書本上片面嘅知識，同埋都唔可以學咁深層次嘅知識。我哋就攞兵馬俑嚟講啦，書裏面講到圖嘅冶煉技術，最多都只係一個圖片去解釋，完全虛無。但當你親身去嗰度參觀體驗嘅時候，就可以發現更多嘅細節，更加了解。精神病學家基連亦都提到，小朋友喺學習嘅過程可以透過感官，例如視覺。刺激，令佢哋可以從中發現，同時都可以了解新事物，從而會更願意思考，意識到自己逐漸進步同成長，有咗成就感。對學習會容易產生愉快嘅體驗。咁想問有方同學，對呢啲視覺同聽覺嘅刺激係咪又可以通過作業去做到咧？當學生感到學習係愉快嘅時候，自然就提升佢哋對學習嘅興趣，可以俾佢哋更加主動同積極去學習，提升佢哋學習嘅效果。正正就係通過多元活動去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加上學習活動係一種強大嘅工具，可以教導我哋重要嘅生活技能，幫助學生喺課堂上得到嘅知識上面建立更深層次嘅聯繫。而美國心理學家大衛科爾布亦都講過，體驗式學習其實可以俾我哋掌握到嘅知識轉化為我哋嘅經驗，例如慈善同義賣活動，學生透過分組合作喺活動期間決定產品。購買原料同商品定售出，銷售後佢哋可以獲得具體嘅經驗。學生會喺活動中反思佢哋嘅經歷，活動中有大量嘅信息需要佢哋思考，例如原料嘅成本、佢哋賺到嘅利潤、甜品可以買得最多等等。喺同學義賣中，學生會發現甜品比紙杯蛋糕買得更多，更獲利。正正就係因為呢啲活動，令到佢哋有從錯誤中學習嘅機會。確定或改變佢哋嘅諗法，獲得經驗，呢種愉快嘅學習方式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投入，更加明白自主學習嘅意義。而強迫性嘅作業根本就唔可以好似我哋喺活動中學獲得呢啲經驗知。所以其實我哋都知道有方同學擔憂話，但我哋從來都唔係想停止學習，反而想透過暑假呢個長假期嘅特色嚟轉換學習模式，令到呢一班小學生可以愉快咁學。暑假是結束一年學習後的休息時間，咁想問一下有方同學，如果連暑假都不可以稍作休息，咁小學生又點樣繼續保持對學習嘅興趣，又點樣去發展佢哋嘅身心靈成長呢？刺激聽過試過呢啲嘢
好奇心，所以我哥今日都絕對唔係話要佢哋係要做呢啲練習式嘅作業，做到學生唔得休息。我哥今日嘅方案係要減少練習式作業，再增加啲開放式嘅作業。例如小學生可以喺星期一至四每日用30分鐘去完成中英數上嘅練習式作業，星期五六就可以完成呢啲開放式作業多元化活動。呢啲嘅開放式作業其實就係學生可以唱歌，可以錄音，做完課後可以製作一個實驗品。做完運動嘅學生就可以拍片記錄低自己運動嘅過程，然後九月嘅時候交翻俾老師睇，甚至同同學分享，確保學生係有善用自己嘅暑假，同時令學生可以從令老師可以從呢份學生更加令呢份作業。了解更多的學生。第二就是建置律師，雖然小學生通常都充滿好奇心，但如果完全沒有任何東西規管住他們的時候，其實現今的小學生最喜歡的就是每天拿著手機打機看抖音這些，而這些正正就是小學生欠缺自律性的表現。小學生正處於一個未識自己規劃假期的階段，如果學校沒有給出任何指引或規限，其實有方所說的小學生可以自行選擇，就是將規劃假期的責任交給家長。其實家長都不一定完全懂得為他們的子女去規劃，所以為了令每個學生都可以學習到知識，學校應該都要在暑假仍然對學生學習方面負責任。但原來有些人覺得，學生暑假什麼都不做都不關學校事呢。第三就是學生處於基礎階段，要鞏固知識建立信心。其實今天我們所說的小學生，他們在學校學的基本知識，例如中文字、英文文法、數學公式等等，這些都需要靠練習式作業幫助學生引機。根據牛津大學 Oxford Learning 的統計，英國小學生在沒有暑期作業的暑假損失的數學技能是 2.6 個月，損失的閱讀技能是2個月，開學後彌補這些損失是需要6個星期的。而美國研究人員更發現一個現實，學生在沒有暑期作業的暑假會忘記大部分他們在上一個學年學到的知識，而這種現象被稱為暑假滑坡。試想一下，當小學生過完暑假9月回到學校，發現自己上年的知識很多都不記得了，跟不上，那樣就只會增加小學生新學年的壓力，打擊對學生的自信心。咁有分認為科學後彌補係好過暑假保持學生自然嘅心態。所以根據以上呢三個小學生嘅特質，我哋都發現暑期作業對小學生係有必要。所以今日辯題你應該食話，多謝各位。暑假前都會給多過7份的暑期作業，加上其實都有近30份的功課，而
暑期作業同之前所學嘅教學內容係相同嘅。好快大量時間喺功課上面，分外咗小學生用長假期去做一啲平時做唔到嘅活動，阻礙佢哋去發展潛能機會。近一年因為學習而帶來嘅壓力同疲勞係無處釋放。最後想問有方同學，當多元化活動嘅效能大於暑期作業嘅時候，點解我哋唔選擇取消暑期作業，釋放更多嘅空間俾小學生發掘潛能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比賽到後段，吳楠發現今日我兩雙方嘅分歧點，就係在於我方認為暑期作業和多元化活動應並行，而對方認為就應該取消暑期作業，亦冇太多嘅雜作，但就鼓勵唔同嘅多元化暑期活動。因此，我而家就由三方面指出有方學犯下嘅種種謬誤，解釋點解有暑期作業會對小學學生嘅全面發展有幫助。第一，有方學邏輯跳步，有方學啱啱就話係因為暑期作業太多，令到學生好大壓力，面對種種唔同嘅壓力同埋困難。咁呢度就好歡迎有分學達成咗共識，就有分學已經認同咗過度使用暑期作業先至係最大嘅問題。但好明顯，有分學今日喺個直線嘅邏輯，點解有過度使用嘅問題諗嘅唔係解決方法，而係要一刀切取消咧？莫非有分學平時考試遇到唔識嘅題目，唔係諗解決方法，而係思難群軟？而我方方案正正就係減低練習式嘅作業去到一個合理嘅數量，並增加社會近年越嚟越關注嘅多元化活動同開放式作業，從而增加學生喺暑假對學習嘅積極性，保持前置型嘅學習習慣。第二，有方學罔顧現實，啱有方學講得好好聽，一直話取消暑期作業係為學生心理健康着想，但有方學根本就係罔顧現實直線嘅邏輯，因為有方學係將壓力嘅污名俾曬暑期作業。但根據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訪問咗596名小六升中嘅學生。學生的壓力有73%是來源於應付測驗和考試，而有71%是來源於成績不理想。而且我方更加所顧及到的就是過完暑假去到新一個學年，學生要學更多的新知識，但沒有練習出的暑期作業，就連上一個學年的知識學生都未鞏固好，所以令成績不理想，學生在新學年的壓力就會更加大，有關學生的那個影響學生心理健康的風險。再者，其實暑期作業是一個輕量的持續學習，可以幫助學生建立一個穩定的學習習慣，亦可以提高學習的效果、記憶力，令科學的銜接更輕鬆、更流暢。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有方學所講暑期作業令學生壓力很大的講法。第三，有方學無關短淺，有方學啱啱就話我哋要取消作業，增加啲自主興趣的多元化活動。但我方需要澄清的就係，我方方案今一直都反對，甚至非常之贊成有感官性的多元化學習體驗的存在。但有方同學，我想反問翻你，你又點樣確保所有學生都會參加呢啲多元化嘅學習體驗咧？再者，就如有方同學就一直強調自主性嘅問題，就如我方主辯所講，小學生根本就未夠成熟去自主規劃暑假。所以如果一個心智幼嫩嘅學生，我揀一樣好簡單嘅學習體驗，例如成個暑假成1000個鐘攞500個鐘嚟打機，咁樣係咪真係有益咧？咁有方同學又點解又要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所以我方就一直贊成要兩樣嘢平衡，比有方更加平衡。兼顧到各方面的需求，並且有一個清晰的作業框架，即是對小學生的發展最有利。多謝各位。我想問有方
頭到尾都冇反對過喎。但係有班同學真係，你而家喺暑假就完全佢哋唔需要你佢哋平時嘅知識。咁如果佢哋暑假冇咗作業嘅時候，即係到九月唔記得曬啲知識，令佢哋九月壓力仲大，咁咪更容易出現剛才主面所講嘅應該死嗰啲情況咯。咁如果佢哋九月壓力仲大，你點解決啊？有班同學我哋嘅活動從來都唔係話停止學習嘅喎，例如好似話一啲我哋可以通過文化類嘅活動結合喺學習裏面啊嘛。咁例如好似話我哋而家中文嘅一啲活動都可以參加，即係通過好多唔同嘅樂趣，例如好似一啲擺攤嘅方式都可以學到文字噶嘛。所以點解要學習咧？有個同學的確認同係需要參與多元化活動，但問題有啲知識，例如可能零數表之餘嘅嘢，係一定要有書面作業先做到啊嘛。作者就啱啱我方所講。詞語就係唔需要用到嘅咩？有個同學啲詞語，我哋梗係會俾佢用啦，你明唔明？我都要摸。
在座各位大家好，纵观全场啊，今日见到有方见到学生要做暑期作业好辛苦想去解决，但有方最大问题咧，就根本未了解清楚事情嘅全貌咯。不过我都好开心，我谂双方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系为咗小学生嘅成长而着想。我想针对翻我两双方嘅争拗点，用三个学字为大家总结全场。首先第一个学字同后责任，其实有方今日全场立场就系有理就冇方，认为暑假只系属于学生，同学校无关，仲一直话学校强迫學生去做功課，反而會減低學習興趣。但我方就是有理都有果，學生可以自行決定暑假，同時學校都有一個責任叫學生在暑假之後交回作業。而今天學校作為一個負責學生整體，就要在暑假之間為學生在休息和做事之間取得平衡，一個負責學生六年的校園生活，絕非不有方理解一個教授和學生全面關係。有方今天說不要緊，可以叫他們做多些多元化活動，但不用交回作業。當然有方今日提出增加多元化活動，我方從來都沒有反對過，但今日有方其實講的自主學習根本就是放任學生自己去決定，根本就是有自主沒有學習，他們自己去選擇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甚至確保不到每一個學生都是得到同樣的教育資源，又可以善用他們的暑假，根本不可以稱作自主學習。到最後讓他們自己決定，最終唯有是交給家長規劃，家長不知道規劃，有方又解釋不到怎樣可以確保到每一個學生都得到同樣的教育。同時練習式作業存在著不可代替的作用，因此更加應該與多元化發展相輔相成，一齊並行，才可以為學生帶來最大的用處。有方根本到最後都達不到，只是一起說取消，有方根本已經無法解釋到為何一定要取消練習式暑期作業。第二個學字學習習慣，今天有方講了幾個不需要做暑期作業的原因，例如說要令學生減少壓力，釋放學生暴露的性格。那我就想問了，既然有方都明白平日的作業是有著一定用處，為何要強硬地取消暑期作業呢？我方一直強調作業暑期作業是有用，就是在鞏固知識作為學生養成學習習慣方面，這些都不單單於受用他在小學，更加是他以後的人生。我方由主辯到義父一直提供相關數據，有方都同意平日作業的用處，就證明了今天根本解釋不到為何取消暑期作業之後可以幫助到學生，就是直線邏輯地說多元化活動有用，比平時的練習式作業有用就應該取消，為何不是將兩樣有用的東西放在一起，才能為小學生帶來最大的利處呢？有方今天說，我們夾作業會令到學生沒辦法休息，我方明白過多的作業會令到暑假沒辦法放鬆，所以從來沒有反對過暑期作業可以減量，但持續的作業都是非常重要，絕非有方強硬地取消暑期作業。第三個學字，學生程度。其實今日學生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種類，有方今日全場就用包住一個想令學生身心靈健康的糖衣同我哋去講，背後其實就係放棄一些能力比較弱或者動力比較少的學生。睇翻我方方案，對於勁嘅學生，我哋可以幫佢養成鞏固一個恆常嘅練習習慣；對於縱容嘅學生，我哋可以幫佢保持學習動力。對於能力較弱、動力較少，我方至少俾到一個練習嘅機會佢。有方今日嘅方案咪正正忽略咗呢班能力較弱、動力較少咯。有方今日自由，我方今日自由辯論問有方點樣照顧到呢班學生，有方答唔到，咪正正體現出根本有方方案冇辦法兼顧到所有學生嘅需要。其實我方明白今日放假對於我哋在座任何一位嚟講都非常重要，我方亦認為足夠嘅休息時間去放空都係非常重要。一個年輕人，佢可以喺工作假期去外國體驗；一個中年人可以喺年假去展開下人生上半場。但對於小學生，又咪需要40日去放空？係九月份開學，面對新嘅課程加上舊嘅課程，揾翻自己揾咗40幾日，又係咪開心呢？最後想問翻有方點樣可以兼顧到所有學生嘅需要咧？多謝各位。暑假
佢哋可能學識咗傳球、走步、射籃，學識運動唔單止講求技巧，仲需要大量嘅體力。兩日嘅訓練時間根本就唔足以令學生打好根基。而暑假就係一個好好嘅時機，可以更深入咁樣學習同埋發展一技之長。本來應該用嚟享樂嘅時間，因為暑期作業嘅出現，一切就變得有限制，就好似一隻雀仔腳上面多咗嘅枷鎖，冇辦法自由自在咁樣飛翔。旅行緊嘅途中，諗翻起仲有功課未做完，玩樂都冇辦法盡興，反而會覺得壓迫。就算今日用咗有方同學所提倡嘅減量不取消方法，但係功課依然存在，心中硬係有種囉囉攣嘅感覺。自學、思考、探索、創新，都係大家成長路上需要面對嘅各種挑戰。教育局為小學生所設立嘅校本課程發展，其中一項係發展個人嘅興趣同埋時間，對於喺唔同嘅環社群相處。培養對體藝活動嘅興趣，而達至身心均衡發展。過往整個學期，學生都為咗學業而奮鬥，到學期完咗，到暑假嘅時候，佢仲要俾暑期作業局限咗自己。新學年又開始，又要繼續為學業而努力，不斷循環。呢種學習模式係今日有科學課所推崇嘅，但係小學生嘅潛能同埋興趣又要點樣發展呢？取消暑期作業唔等同於放棄學業，而喺假期嘅時候轉換成另外一種。學習的過程除了理論，還需要探索實踐。書上面講上北下南左西右東，那我現在面對著這個方向，它究竟是東南還是西北呢？現實生活又是不是好像暑期作業那樣，三粒買到五個產，之後再問你六粒可以買到幾個產呢？現今社會最需要的是創新，努力不懈和重複學習基本知識和技巧，只是建構到創造的基礎，作者是超越界限，脱離而家現有嘅框架。當學生冇咗暑期作業嘅限制，見到佢哋家庭唔同
我會簡單咁樣評一評咧，今日呢場比賽咧，喺嗰個正反雙方同我喺個主線上面嘅設計上面咧，好多地方，我覺得大家可以再諗一諗嗰個嘅推進上面會係 OK， 因為咧今日我正反雙方係一個好似各走兩個好極端嘅情況。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正方其實佢好似講到一個完全係自由放任嘅情況嘅，會係即係話去到自由辯論，甚至咧落街買菜都係可以一個學習嘅過程。咁其實你好似講到一個，總之佢學生有空間，佢自己做嘅每樣嘢都一個學習嘅過程。咁同你開頭所講嗰啲話，可能多元化嘅活動發展咧，會推到一個太過極端嘅情況咧，會係。因為我覺得是如果在你眼中的世界，究竟我們將會面對什麼情況呢？因為我覺得是正方開局的時候，我覺得這樣聽呢、問題不大的，即是都嘗試定義回、6至12歲小學生你都有講到會是，現在所講的想改變以往的紙本那些對身心智的發展會是，但是我覺得的是當你去後場的時候呢，講一些情況，譬如學生的壓力的時候，就我會覺得有些地方咁你需要論證多啲嘅地方，咁究竟你所講嘅嘢啊，究竟將來取咗出嚟之後啦，究竟會有啲咩情況會發生咗咧？會係因為你強調嗰個多元活動發展可以幫到嘅係一啲自主學習，因為你個主辯嘅最後題目就話啊，有書籍再存在咧，就如何提升自主學習咧？啲學生能夠點樣去做得到？具體啲去講咧，會係一副同我咧講一啲嘅例子，譬如去兵馬俑啦。係咗即係一個烘焙練習啦，所以我諗嘅烘焙練習，然後去售賣呢個即係烘焙蛋糕嘅義賣活動咧，即係竟個小學生學嘅時候，就係我覺得有啲似理論層面為主會係，即係如果到最後有幾多學校會做到一啲活動係幫到佢哋咧，我覺得需要論證多少少會係，因為其實去到你個位置最上面，對佢後場，你面對一個正方嘅質疑你啦，因為你嗰個完全係。自主噶嘛，會係你嘗試講係轉換咗一個學習嘅方式嘛。咁你要強調，竟你轉換咗學習方式之後，咁究竟有幾大嘅成效咧？係需要講更加多嘅會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咧，去到後場咧，好似冇點樣去再加以推進嘅部分啦，會係。係正方同學開頭嘅，因為有啲位置定義得咧，我覺得啲地方可能令佢嘅走嘅空間有啲嘅局限自己嘅。因為你係開頭嘅時候主辯嘅環節嘅話啦，啊，所以再咧有負擔。所以最屘係老師佈置嘅，都係強迫性嘅會係。咁所以變咗就係，我覺得依兩個嘅定義啦，令到你個多元活動發展咧，亦都變得係唔能夠由學校安排啊嘛，會係，亦都能夠變咗可能嗰個嘅強迫性嘅嗰個部即係嗰個位咧，係令到你嗰個論證上唔能夠拓展。我即係我咁諗會係，因為你唔能夠強迫學校人唔能夠佈置，變咗就係在於去到後場嘅話，你冇地方可以去反方問你。如何去確保啲可能動機弱嘅學生啊，能力弱嘅學生，你點樣確保你做到一個自主學習成效咧？會係當然你中間就問翻反方，喂，你嗰啲成效點嚟啊？大家會互問啦、啊。咁我就係覺得到最後今日正反雙方呢位咧都過唔過？因為正方二副就辯論，喂，咁你嗰啲平均30分鐘一日，咁係咪對最尾啲嘢逼埋做㗎？可能最後係根本上係最後三日係72小時啊，咁樣係咁唔係平均30分鐘喎、啊？即係呢位。正反雙方都將個論證上面咧都講得論證唔到啦，咁呢個係一個地方大家論證唔到，所以我覺得正方同學你條線咧開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啲 tricky 地方，即係啲考我唔好話 tricky 唔係即係一個貶義啦，會係即係巧妙地暑期作業咧就變咗一個多元活動發展，喺某程度上咧係能夠將反方可能你都預計反方會講一啲多元化活動啦，係將反方一啲嘅可能嘅攻擊位希望可以。弱化咗嘅會，但係你今日你做呢一步咧，咁再落去下一步咧，咁正反雙方有共通嘅地方啦，大家都認同多元化、多元活動嘅發展係幫助到學生啦，會係。
咁但係後屘你有咩地方可以攻擊反方呢？你呢位係中間後場咧較為地方可以攻擊反方嘅位置，對變咗感覺上咧，你係好多時候用咗好多資料嘅兩位副辯，但係資料就係可能輪於一個可能手勢咯，係不斷想要去守你自己嘅論調，攻嘅地方唔係太多，所以變咗就感覺上你哋係去到後場咧越嚟越難去論證自己嘅嘢，攻又攻得對方唔入，咁變咗就係你嗰、那個去到結辯嘅位置。一個較為處一個較為難打的階段，因為比正方條主線設計上令到後場啲嘅推進上啲困難都會係反方同學條主線咧，我覺得係如果我感覺就係世界好美好咯，即係一個好理想化嘅情況。即係諗下，因為反方嘅框架上，我覺得係尤其是一副同埋結辯咧，哇，好全面喎、哦。針對學生好奇好學啊、欠自律性啊、基礎階段嘅特質啦，然後結辯就話有學校責任啦、學習習慣啦、要學生程度啦，即係其實感覺上你係嗰、那個方案上係幫你做咗好多嘅回應防守上嘅工作，你真係正方好難去攻。但我會覺得係咪真係咁理想呢？即係你話要下降練習式嘅練習，你認同練習式需要嘅，例如乘數必須背，一一如一，二如四咁樣係要背嘅，即係練習式去幫你做嘅會係。即係如果按正方邏輯，如果我嘗試用佢嘅例子嘅話咧，我會用嘅咪就係你哋都有講咁，應該講嘅咁啊乘數表啊，你而家一波充五蚊買三波，啲幾多錢？咁小學生咪自己落去咯喂。但係我咁樣就要講得多少少，點樣活動學習咯？其實 ，OK， 哦，咁所以我覺得嘅係反方嘅同學咧，個世界係好美好啦。即係咁下降練習識幾多咧？提升開放式有幾多呢？你有個日數啊，星期一至五咪做練習式咯，星期六就做開放式，即係好似好數學化地、好理念化講一啲嘅概念。但係問題係你要講一啲嘅方案，到最後其實我想講嘅係指引咯，你點樣去做係指引啫嘛，會係學校俾個指引，咁政府都話學生咪一定咁跟你咧，會係同埋其實學校究竟我哋全香港咁多間小學。點樣一定用緊呢個方向去做呢？係咪教育局都有個角色？但係今日教育局嘅角色喺你條主線入面咧，我係聽唔到嘅。你有講到學生，有講到學生嘅家長可能都唔能夠識教子女安排活動俾佢哋啦。但係咁學校係咪真係咁樣做呢？會係因為始終學校佢都會認同開放式係，我相信冇學校完全冇一啲活動教學嘅會係小學生。但問題你個理念個比例上學校咪跟足咧？會係呢個係反方係需要面對一啲嘅困難。但係今日正方如果能早啲去問多啲，呢個嘅理想嘅世界係咪存在定還是即係存在喺迪士尼咧？我覺得呢個係需要反方再論證站再多啲，因為其實係如果反方今日你所講得咁完善嘅話咧，其實應該有更加強嘅手段先逼到咯。但係我哋明白嘅教育制度最簡單，我用翻中學生做類比啊。大家都一定明白，我哋嘅學校嘅制度上，你中三點都要做 TSA 練習，操練份量唔知啦，我唔知可能你哋校可能又要做三四份啊，或者係完全唔做一樣份啊，係老師上堂強迫做啊，定還是學生掟俾你自己上網 download 做咧，係唔同嘅。高中一定有文憑試，即係其實反方嘅世界係咪真係完全係咁理想呢？呢、這個位置我一定有疑問嘅，但係今日遺憾嘅係咧，正方唔能夠或者未有時間。佢依位再加以攻擊，所以反同學咧，今日我覺得係好完善地運作條主線，個框架都好清晰地對應到一啲嘅我哋作我作為老師啦，即係針對學生能力啊、學校站都要顧及埋啦。所以我覺得呢位置就係可以再做多少少俾反方同學見咧，都係條主線好實正嘅時候，不過正方位我又略嫌你攻得唔夠多啦。其實今日反方同學如果係真係相對之下，其實你有更加多嘅空間。即係翻嗰個暑假啦，釋放緊空間嘅話，你有更多空間去攻正方咯，會係。但我覺得你好似都係點到即止咯，就係可能正方你哋嗰樣嘢係開多元活動嘛，我哋認同噶，然後就落翻自己份底稿啦，或者落翻自己嘅主線啦。相對攻擊咧係可以再做多啲，即係我覺得如果下次遇完你嘅對手同你鬥搶攻嘅時候咧，你可能又面一個可能又今日可能面對係因為係你哋死守啦，可能人哋就主攻，有機會可能你哋俾人哋挫散條主線都會係，所以要俾翻。反方同學建議啦，會咁我評語到呢度，唔該曬。
咁首先辛苦大家今日呢場比賽啦。咁好簡單，我覺得呢場比賽大家條主線係好有趣嘅，即係雖然大家都好正路啦，但係好巧合地你哋嘅論點咧基本上係一樣嘅。除咗反方多咗一個引導之外咧，大家都係講多元化嘅活動啦，大家都係講壓力嘅。咁我就會睇究竟喺呢啲戰場上邊，究竟邊一方可以更加論證說服到我啦。咁我坦白講，我會覺得今日正方做得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可能我覺得係守又守得唔係幾好啦，攻亦都做唔到啦。呢個係我覺得正方今日有啲好可惜嘅地方，就係其實好明顯啦，反方開出嚟條主線同正方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今日佢會加埋傳統嘅習作啦。咁如果你要成功去打反方啦，咁你一定係斟酌呢啲位去講啦。更加重要嘅係佢同你講減少練習啦，可能你一出嚟，其實你已經要多謝有方同學承認咗，今日其實你都知道壓力好大咯。其實你都同意呢啲嘅論點咯，即係你要拉到落翻去自己條主線度啦。咁但係呢啲係唔係好做到啦？然後你哋嘗試去講暑假，可能係佢本身要做啲乜嘢啊？暑假嘅目的係點樣啦？但係我覺得你哋講得唔夠出，或者你咁唔夠大打嘅，就係即係今日佢我想好有趣嘅係今日反方結辯啦，係攞唔同嘅人放假啦，可能係放空，可能係其他嘢啦。但係我覺得呢一個更加係正方可能更加可以善用啦，係連今日大人都可以有呢個放假，可能佢哋工作上面放大假，佢都唔會做工作嘅時候，點解連小朋友佢明明應該咁開心成長嘅小朋友都冇呢個機會咧？咁我覺得呢啲位可能係正方可以用翻啦，咁可以做得好少少啦。咁然後我會覺得今日其實最主要啦，你哋條主線一樣嘅時候，我就會睇大家邊個說服到我啦。咁而首先喺多元化活動方面咧，咁其實我覺得正反雙方都有嘗試去論證究竟唔同嘅多元活動啦。咁去到壓力方面咧，但我覺得係反方會略略比較好嘅地方，就係其實佢係不斷去攻擊你，不斷去問你問題，就係覺得咁其實如果佢九月嘅時候壓力更加大會點咧？但係反方係正方咧係冇任何嘅回應啦。咁呢個我會覺得有少少可惜啦。而正方今日你講話嗰個負擔其實最主要就係時長啊嘛。咁但係其實反方已經打咗你啦，但係你亦都做唔到任何回應嘅時候，我會覺得喺呢一個戰場上邊反方會贏啦。咁去到其實我覺得今日正方最重要嘅問題係在於其實反方二副都有講㗎，就係其實你哋中間嗰啲邏輯跳步啦，你俾咗好多嘅資料數據出嚟啦，但係當中個關係喺邊度你冇論證過。例如你話視覺、聽覺嘅刺激啦，咁我想問，咁關暑期作業係咩事咧？咁唔可以一齊進行嘅咩？又或者係你論證唔到點解取消暑期作業就等於有呢啲嘢啦？更加重要嘅係，即係可能你攞嗰個咩甜甜圈嘅例子，其實我覺得係唔係好重噶。即係我聽到嘅時候會覺得，係啊，有呢啲體驗學習，咁所以佢可以做到呢啲嘢。咁等唔等於唔應該有暑期習作咧？即係嗰個關係，你哋冇論證得好清楚啦。然後去到下面，你二副再用咗一個數據啦，就係話咩10% 抑鬱症啊，或者壓力好大，功好大。咁但係其實你係偷換咗概念㗎，你係攞平日去講啦。然後個重點係你要諗翻去落去暑假咯。即係我覺得略嫌係你今日所有嘅data 你用咗好多，你揾咗好多 data 啦，用咗好多 data， 但係中間嘅關係你哋冇，即係你冇推埋出嚟俾我睇 ，which is 令到我覺得好似唔係好論證到你正方今日嘅立場咯。咁大概成場比賽啦，general 嘅評語就係咁樣啦。咁可能個別辯位就陣間可能再問咁樣啦。咁咧就其實咧我即係睇完之後咧，我嘅感覺咧就係咁，覺得正方未能夠處理到反方嘅情況，反方都未能夠有效處理正方。咁我意思即係咩咧？我嘅感覺就覺得好似咧，大家都唔能夠好利落咁去處理對方嗰啲嘅論點，或者咧佢嘅問題，所以咧個感覺就好似咧係有少少即係我覺得有少少拉鋸啦，即係又唔係可以好快去處理到佢。好似咧有啲嘢磨下磨下磨極都未處理到，我個感覺咧就好似係咁嚇。咁我就想講兩方面嚇。咁第一方面就係咧，其實咧雙方我覺得即係最需要處理嘅咧，就應該未必係多元嗰個位，而係傳統課業嗰個位。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你哋兩個即係最大分別嘅地方嚇。因為講多元嘅活動又好，講多元嘅或者其他類型嘅學習都好，其實個性質比較似，反而咧要處理嘅咧，我覺得就應該係。即係傳統式課業嗰個位咧，就係兩個比較大嘅分歧嚇。咁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所以正方我覺得喺回應上邊咧，
未能夠好快咧去睇出呢一樣嘢，然後指出你哋嘅差異，然後就呢樣嘢咧進行一啲嘅回應。我覺得呢個位咧係比較可惜嚇，即係話咧正方咧比即係我嘅印象就覺得比較咧係啊死守多少少，即係未能夠好跳得入去咧，會好大膽去處理呢啲嘅問題嚇。啊，譬如舉個例嚇，其實咧講到傳統式課業，無論咧即係話每日做三十分鐘啊，即係中英數常啊，即係等等嚇，咁咧就跟住禮拜六日大體上就可能係做一啲啊其他類型嘅學習啊，即係呢一類嘅嘢。其實咧，你可以咧試下咁樣諗嘅，真係咧，我覺得可以諗就係、是，其實咧嗰、那個傳統式課業咧，最終有冇成效咧？某程度就係睇下佢點樣做，即係設計可以做得即係好完善、好美好，但點樣做咧，就往往可能咧會影響佢嘅成效達唔達到即係范方所講嘅目標嚇。咁咧，我記得正芬都提過啲嘢，譬如佢最尾做啊，咁先嚟算啊，等等嚇。咁其實咧，就呢個角度再諗下嘅。譬如日常咧，大家做暑期作業，我諗而家可能你都有暑期作業啦。如果你初中的話嚇，高中就有另類作業啦嚇，咁可能係咁啊。咁可能咧，即係過去嘅經驗咧，即係嗰啲學生可能最尾先做啊，或者抄答案啊，即係覺得其實做嚟都嘥氣啦，即係做嚟做乜嘢？冇人會認真做啊，即係等等嚇。即係我嘅意思係指，當你跳入翻小學嘅情景裏邊，呢樣嘢會唔會發生嘅咧？咁嚇，每日三十分鐘呢樣嘢咧，係一種理論層面嘅嘢嚟嘅。咁實際上去到操作運作又會點嘅咧？咁嚇，原因係乜嘢咧？係因為呢樣嘢能唔能夠發揮到所講，即係話希望知識流失啦，或者希望咧即係會話去到新嘅學年裏邊咧，啲嘢好有嗰種滑波啦等等。其實好視乎你點樣做，同埋點樣去做監管。嗱，譬如再舉個例嚇，好啦，真係交咗啦喎，咁跟住交咗之後啦，老師會唔會睇嘅咧？有好多暑期作業咧，可能老師都未必會睇嘅喎。即係可能你亂咁寫啲字咧，其實老師都寫個月字俾你，有可能係咁，即係啲數字啊咁，總之填咗就算啦，又未必會好認真去做。好啦，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傳統式嘅課業，即係頭先所講，仍然希望中英數常都能夠做到啦，係咪真係發揮到你嘅功效咧？等等等等，即係我意思，正方咧其實好多嘢咧可以去諗，可以去問一下，因為一樣嘅課業有冇效咧，其實幾視乎你點樣做，同埋你嘅監管係啲乜嘢嚇。好啦，除咗呢個角度去諗之外咧，都同呢個課業有關，就係關於自唔自主嘅問題嚇。其實呢樣嘢都幾吊位，即係小學生唔自主咧，其實就應該俾啲監管即係指引佢嚇，即係可以咁，亦可以咁講，因為小學生唔自主咧，就算你俾指引佢都好咧，佢都可以唔做噶，或者唔跟你嘅嘢出現。即係我講我意思，即係話呢個自主呢樣嘢咧，對於正方同埋反方嚟講咧，視乎你嘅詮釋同埋你嘅思考嘅角度係邊個位。咁咧就冇一定嘅偏埋邊個位，不過係你點樣去處理同埋點樣去運用啊？咁呢個咧係即係一樣嘢嚇。好啦，第二樣嘢即係我想講多啲就係關於個推論嘅情況，尤其是資料嘅運用咧，我覺得可以大膽啲咧去挑戰一下，或者諗下個資料運用係唔係嘅。舉啲例嚇，譬如咧頭先講過小學生情緒困擾啦咁，咁後來都有指出個原因係乜嘢咧？係咪一定係同暑期作業有關咧？咁又例如，譬如話咧。即係你唔做暑期作業，就算咧英國嗰啲好出名嘅大學都會取錄你嘅喎咁。咁當中係咩關係嘅咧？佢唔做咩作業咧？係咪真係會因為你唔做而取錄咧？定還是本身叻咧？定嗰個係小學生調查定中學生調查？即係等等，即係有好多樣嘢咧，其實可以諗。又譬如又話啦，咦你唔做呢啲嘅傳統式作業咧，你會忘記曬啲知識嘅喎，即係有可能會唔記得啦，或者會唔識。咁咧，我從實際生活諗一諗下，即係諗下，譬如嗰個例，一個小一嘅課程。佢咧數學咧係教咧個位數，即係十小以下嘅加數咁先嚟算啦。小一個課程嚟講，係三加二等於五。你係咪暑假你唔做三加二等於五？你九月一號開始你就會知道三加二其實唔會等於五嘅，三加二係十嘅咁樣。係咪即係會有現實係咁咧？譬如咧，你一個中文嘅課程啊，小一佢咧會教你話嚇，佢話花兒開了咁，到九月一號你咪會變成讀咗小草長高了咧？即係我嘅意思係指嗰種知識嘅流失咧，實際上講乜嘢流失咧？係點樣流失咧？嗰、那個調查嘅根據係啲乜嘢咧？其實我係想講嘅就係、是、有啲所謂嘅資料嘅運用咧，你係可以試下去試下諗下現實嘅情景嘅。即係理論咧係一套嚇，當你事實諗下喺香港嘅小學裏邊教緊啲乜，同埋做啲乜，而去行嘅話，去問嘅話咧，或者咧又有多少少唔同嘅方向咧可以諗下。咁咧就最後一個總結，我覺得個總結係咩咧？係要咧
跳入對方咧講嘅嘢，嘗試去拆解。我覺得雙方咧今次咧做得都唔係話好夠咁樣呢樣嘢，咁我就係講呢個，我講嘅咁多啦，唔該曬。